Testing. Okay. Testing. 大家聽得清啊? Okay. Later. Oh. All right. OK， 大家好啊，好高興今日咧，大家喺呢度咧就參與我哋呢個直播澳門直播論壇嘅。咁我哋今日有幾位嘉賓嘅，咁第一位咧就係阿 Ken Lau 啊，咁咧佢就係呢個澳門直播嘅老闆。咁第二位咧就係 Faye Cheong， 咁咧就係 SD Media 嘅。咁第三位咧就 Roy 啦，咁佢實在會有好多嘅 title 嘅，咁我都講唔曬咁多。但係佢有大電視啦，又搞娛樂啦，又搞好多體育活動嘅。 咁第四位喺我隔離身邊呢位咧，就係呢個Florence， 咁啊，聖約室大學呢個經商學院嘅教助理教授咁樣。咁啊，Ken，或者你簡單啲講一講你自己先啦。好啊，大家好啊，線上嘅朋友好，同埋現場嘅觀眾好。係，咁我係 Ken 啦，我係澳門直播有限公司嘅負責人嚟嘅。 咁今日首先好開心呢個場地 host 一個咁特別嘅一個直播嘅一個論壇啊，因為幾年前咧就真係。 好難得會有呢啲咁嘅機會，咁同埋多謝阿 Alan 咁樣邀請，等可以同咁多優秀嘅人才可以進行交流同埋學習嘅，係啦。咁我簡單介紹下我自己，其實我就係好細個就已經喺澳洲嗰度讀書生活咁樣嘅，咁跟住我 marketing degree 畢業啦，翻到嚟澳門之後咧，就同我阿哥就開咗個建築公司，工程公司，咁就。但係我最主要都係喺大陸嗰邊多咯，咁就做一啲 procurement 同埋 supplier 嘅一啲工作咁，因為有啲私人事 personal breakdown， 咁就之後匿埋咗年紀，識咗啲新朋友，咁佢哋就都係做 video production 咁啊，咁就。 勾翻你我條人做廣告啊！咁我就當時係個風口，咁就單反係好 popular 啦。咁攞住個單反就可以 shoot 一啲 video 啦。咁我就去咗大陸嗰度開咗間公司，咁就開始幫啲廠房，因為我自己做開工程啊嘛，咁啊幫啲廠房就易傾咯，同佢哋比較容易交流，咁就開始去跑業務，跟住就。 開始就 shoot 呢啲 video 跟住就搞咗直播啦。係，跟住咧，咁啊搞搞下之後就同台嗰啲人就熟咗啦，咁就開始做啲美食啊、旅遊節目，跟住就上海啊、北京、南京咁周圍飛咁。咁就2017年咧，到最後咧就因為經常飛就識咗木島直播嘅 CEO， 咁就阿盧力先生。咁阿盧力就同我講咗好多關於直播嘅嘢，咁我都好有興趣，咁學咗一年左右啦，咁就咦？ 返嚟澳門呢度，不如試下喺澳門呢度搞，因為政策原因，因為好多嘢啦，咁就從此就喺呢邊開始 specialize 直播咯。咁不得不提一提啊，當時我嚟到嗰陣時咧，就都係頭嗰 bunch 人做嘅，咁場地今日都喺觀樂怡呢度啦。咁我嗰陣時已經見到觀樂怡其實都走到好前線，呢度係做得比較做係啦，已經係做緊一啲 pro 嘅多機位直播。 起碼而家嗱，今日咧，我哋而家起碼有呢度望到隻眼，我哋望到啦，觀眾望唔到啦，係有6部機影住我哋嘅，同步有應該都幾個 social media channel 喺度播緊嘅。大家可以即時留言㗎，如果啲同事睇到可以即時幫睇一睇，我哋幫佢回覆你哋。跟住阿飛咧。 咁就好多謝觀樂怡基金會同埋Alan邀請，咁有呢個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我係嚟自蘇打傳媒 SD Media 嘅負責Marketing同 PR 呢一 part 嘅阿飛。咁我哋公司咧其實算係走得比較前嘅，因為我哋好擅做傳媒起家，所以我哋會更加擅長去做一啲媒體整合啦。 跟住一啲國內嘅直播平台，我哋經常有合作嘅。咁嚟緊基本上成個3月，我哋都同淘寶同埋飛豬有合作做直播，喺深圳都新開拓咗一個直播產業咁樣。咁其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呢啲行業趨勢，同埋嚟緊會唔會有一啲 potential 嘅 KOL 或者咩可以發展咯？其實大陸應該係好，即我諗相信我睇好多數據啦。大陸嘅市場係好，但係講緊2021年可能過萬億嘅，不過主要係電商。咁另外打機啦，我諗即係後生啲嘅，其實我哋都打機嘅，我哋都打機大嘅。咁但係而家更加多人去打，講緊係即千億計，電競過千億計嘅錢嚟。因為我記得差唔多廿年前，我去韓國旅行，咁咧。 喺啲電視台扭下扭下，吞吞緊台嘅時候，咦打機，即係唔知佢講咩啊？但係啲人
講得好興啊，廿年前已經做緊㗎啦，韓國。嗯。啊，咁啊好多呢啲，我相信即係阿飛有好多經驗啊，大陸。咁啊一陣可能會再分享多啲俾我哋嘅。嗯嗯。係嘛？阿 Roy 到你。好，大家好，我叫 Ryo。或者叫阿龍都 OK， 咁咧咁我主要就係澳門星娛樂就係最有限公司啦，咁就做一啲演唱會或者策劃一啲嘅活動嘅，以及最近咧就叫做成功叫做開展咗一個新嘅嘗試啦，就係創立咗呢個大電視雜誌。咁其實講到直播呢一 part 咧，我相信首先我多謝 Aaron 啦，咁亦都多謝觀樂兒基金會。咁嚟呢度咧，我主要係嚟學習嘅，因為我知道今次嚟咧，大家交流下啲，大家聽過阿飛啊，同埋阿 Professor 佢哋呢啲好專業關於直播。咁只不過係話，因為喺過往舉辦一啲嘅唔同嘅類型嘅活動啊，包括一啲體育嘅賽事啊，或者一啲嘅演唱會啊，上面咧都涉及到直播呢一樣嘢。係亦都希望未來咧能夠多啲透過直播可以去分享翻我哋一啲嘅比賽或者我哋一啲嘅活動。所以咧難得有咁嘅機會過到嚟咧，咁我都希望同各位專家去學習。咁啊～聽下大家嘅，大家交流啦，係啦，互相交流。阿龍哥或者傑哥啦，又傑好犀利嘅。咁啊，澳門體壇裏邊冇佢咧，就可能少好多波打嘅。嗯，係。即係佢十幾個 title 我都費事逐個講啦，因為實在太厲害，嚇親大家，係嘛？嗯，啊，跟住阿教授啦 ，Forum 啦，係。啊，咁我冇十幾個 title 咁多，我得一個，一個就夠啦，教授。係啦，就係教書嘅。咁啊，即係我係嚟自教育界啦。咁其實頭先 Ryo 話我會係直播方面嘅專家，就唔會啦。我亦都冇辦法講幾個鐘頭書係講關於呢個 topic， 只係一啲少少嘅個人經驗係關於網上嘅授課啦。咁因為過去舊年疫情嘅關係，都有一段時間在家工作，咁就即係一定要做好呢個網上授課，咁就都算係一種直播啦。其實係啦，係同埋自己本身都參加好多嗰啲會議啊，咁啲會議係而家都係 webinar 㗎啦，咁都係即係一個 live 嘅形式，咁啊即係少少嘅經驗同大家分享下。其實而家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改變咗好多人嘅生活，特別喺舊年開始啊，即係疫情開始之後，我諗全世界每一個人都係即係喺個生活層面上改變咗，而更加多情況去接觸到呢個直播啦，或者去即係用視像會議呢種模式去溝通嘅，啊係嘛？大家都應該認同，亦都係應該都離唔開澳門乜滯㗎啦。大部分情況都係留翻喺咁。其實啦，大家可能對直播覺得啊，好似好新鮮咁，其實都唔係嘅。睇翻佢過去，其實有電視開始已經有直播，一直都係好多直播。只不過我哋唔覺得嗰啲係直播咧，有時其實即係諗翻細個嘅時候嚇，睇下呢個選美會啊、演唱會啊，或者啲競選啊，好多直播嘅現場啊、新聞嗰啲係一隻直播嚟嘅。咁啊，再早咧，其實去到歐美咧。五六十年代已經有直播賣嘢㗎啦 ，Ascendon TV 即係喺電視睇到你想買個貨，咁可能佢揾個明星出嚟，講幾句，跟住嗰啲貨品咧就會大賣嘅好多時候。咁可能我哋就少經歷呢個情況咯，因為我哋去到嘅情況就係已經好多商場啊、百貨公司咁，我哋落去買，咁同埋即係喺澳門地區更加就走落街就買嘢㗎啦，咁就同其他歐美有啲唔同。咁但係咧，而家咧發展到而家咧就更加多即係直播，除咗頭先講嘅即係體育節目啊。運動節目啊，電競啊，電競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行業嚟嘅，啊講緊即係數以百億過千億咁樣都係。咁另外仲有好多情況啦，如果大家有時留意到去噴水池咁啦，你會見到啲遊客咁佢揸住一個可能即係三幾百蚊嘅腳架加個手機，咁佢已經做緊直播嘅，因為好明顯佢喺度講緊嘢，你望住佢咧，佢係唔會理你嘅。咁但係其實原來佢直播緊俾一啲可能即係佢嘅粉絲啦，喺佢嘅群裏邊睇緊佢直播介紹緊澳門咁嘅。咁咧，我而家有幾個數據咧，就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其實有幾有趣嘅。咁唔同地區嘅咁數據，基本上都係過去兩年啦。咁平均咧啲人睇直播咧係26.4分鐘啊。咁咧另外直播咧會令到啲人即係吸引力咧會大啲嘅，比你錄播或者啲錄嘅節目咧會吸引10倍以上嘅，即係會多啲人睇啦。咁另外有啲直播咧，譬如一啲演唱會直播，咁其中一個數據喺2019年咧，有個演唱會咧係有8200萬人次同時睇呢個演唱會嘅。咁咧亦都有個統計就話啦，去到2027年咧，直播咧個市場咧會去到大概如果用澳門幣嚟計咧，差唔多係1萬億嘅。啊，咁亦都睇下佢點計啦。直播其實牽涉好多，你賣貨計唔計啦，或者淨係收個版權費啦，或者淨係收一啲贊助啦。如果你有留意到咧，直播有啲叫貨金嘅啊，我覺得呢個主播好嘅，我贊助佢20蚊咁，有啲咁嘅情況。咁通常睇直播係邊啲人咧？18至30歲，34歲嘅比人多啦。咁睇直播嘅人咧，係比睇電視嘅人多嘅而家。
咁另外Cisco 私科系統佢估計咧，去到2022年咧，82% 嘅 Internet 嘅流量咧，都係同直播或者 streaming 有關嘅，都係睇片嘅。咁另外點解啲人會肯睇咧？因為佢覺得直播或者睇 streaming 咧，有26% 係咁諗嘅。呢啲係獨家嘅。我今日睇我就攞到最新消息，聽日同人傾偈嘅時候我有話題啊。咁呢啲人點解會咁睇？咁喺大陸方面啦。其實我想大家即係你淘寶，大家都幫襯過嘅好多都咁直播帶貨呢樣嘢咧，喺中國大陸咧講緊咧係2021年估計係去到12000億人民幣嘅。咁另外啦，打機啊，即係可能大家未必打，如果打嘅咧，咁就好犀利呢條數都係講緊400億人民幣嘅直播。咁打機點賺錢？贊助你啊，支持你或者賣廣告啦。啊，咁喺中國而家咧有9億多嘅互聯網用戶啦，咁其中有5億6000萬左右，61% 咧係會睇直播嘅。咁另外電商嘅人咧睇電商嘅人咧就係大概2億6000幾萬啦，睇遊戲嘅都有2億6000萬，咁亦都有啲真人數係都超過2億人嚟睇。我記得係應該舊年年頭即係疫情嘅期間，佢話咧有個人喺屋企直播，直播自己瞓覺10幾個鐘頭。佢收咗100幾萬，啊！即係跟住話，我都想做喎，瞓喺度啫喎。啊，我諗即係大家覺得可以瞓喺度，開住個機有人睇，有錢收。我諗大家都想即係有啲咁嘅機會嘅，係嘛？咁另外咧，音樂會啦，有1億5000萬人啦。體育項目其實一個好多嘅，啊，都超過2億。啊，係我其實冇乜介紹我自己，我係 Alan 啦。咁我係靠體育直播嘅。啊，咁我哋都做緊好多體育直播，譬如我自己公司咁，我哋做緊咧一年大概播緊3000個鐘頭嘅體育賽事，其實3000個鐘頭好多嘅，啊，因為我計咗條數，我哋一個人一年365日24個鐘頭，一年得8760個鐘頭嘅時間。如果你睇足曬3000個鐘頭嘅體育賽事咧，基本上你都冇乜時間剩噶啦，即係你唔使做就可以睇咯。咁啦，點解今日搞呢個活動咧？其實之前同即係幾位講者都傾過下嘅，因為直播而家係牽涉好廣泛嘅，基本上冇一個行業係同直播冇關係嘅。啊，咁其實講者都提過下啦，咁就牽涉甚廣，所以我哋提出呢個話題。咁亦都有好多話題，希望咧大家即係大家交流。啊，咁其實大家咧即係幾位嘉賓啦，你覺得直播而家同即係個人嘅生活嘅關係啊？是不是已經是息息相關到沒有直播是好像不行的，即是不直播那天呢 有些人是的，即是我知道有些人是由朝到黑耐不耐直播，走過街就直播一下，吃個早餐又說 Richie 在吃早餐，吃個晚飯又說 Richie 在吃晚飯，即是你大家怎麼看呢？對這個生活上有個模式的改變。其實直播我覺得基本上它 是一個方式來先，它有很多個不同方式去展示出來，但直播其實很簡單的嘛，即back to 個最基本就係發生緊嘅事情啫嘛，咁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興趣，好想知道，我都好想未來我第日自己個細路仔畢業嗰陣時，我可以喺個 office 度望住佢畢業，又可以可能唔使到現場咁啦。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 out of 呢個 curiosity， 即係呢個好奇心嘅話咧，咁係一個必然嘅事情嚟。我覺得直播咧係特定產物嚟噶，因為你疫情期間，你好多時候你入唔到又出唔到，但係好多時候你工作人依然要處理，你嘅生活依然要過噶嘛，所以佢喺呢一個環境下，佢就產生咗佢嘅必要性啦。咁再者就係佢嘅門檻，令到個門檻變低咗，即係以前我哋要 upload 啲片啊或者咩咧，你一定要靚，或者我要嘅 equipment 要好高級或者點，但其實你而家一部手機就已經好簡單噶啦。有陣時可能要電視台講緊啲 equipment 可能過百萬，而家我哋一個腳架一部好平嘅手機，可能夾埋2000蚊已經搞掂啦。係啦，分分鐘幾百蚊嘅手機咧，係幾百蚊都得。所以個門檻低咗，導致呢樣嘢更加普遍咗。第三個就係我覺得係個娛樂方式變咗，其實好似以前咁樣，我哋一開始係寫信。再後嚟打電話，再後嚟有 internet， 咁 internet 又會 Facebook、IG， 咁即係每一樣嘢係進化緊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佢唔係必要性，但佢有佢出現嘅偶然性咯。你頭先提到 internet， 因為 我自己讀社會學出身嘅，咁我亦都有啲朋友社會學，佢話其實而家我哋係處於一個咧社會上一個重大改變。20年前 internet 出現，即係如果仲記得有 Yahoo 嘅存在啊，即係嗰陣時好犀利嘅 Yahoo 啊、雅虎啊點點點。而家即係有啲人可能新一代已經咩嚟㗎 Yahoo 啊，已經即係死得咁滯㗎啦。Anyway 啦，其實改變緊嘅 internet， 我哋單方面接收資訊，去到而家咧直播咧係多方面啲，已經唔係一對一啦，係 multiple 對 multiple 嘅。即係我一個人可能其實我哋而家五個人喺度做緊直播啦，亦都幾個 channel 做緊啦。如果係
受眾多的時候咧，係可以係 multiple 嘅，100個人睇緊，已經講緊500個 communication 嘅渠道喺度。嗯。啊，咁呢個好大嘅改變。當然，我哋接唔接收到呢個信息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同一時候500人同你講嘢，你都幾難處理。其實就同阿 Alan 頭先講嘅話，就係以前好耐以前50年代都已經有直播電視台，但係點解今日到依家呢個年代會咁 hit 咧？好似你頭先講咁啊，其實就係因為個網絡啊嘛，個 internet 啊嘛。係。其實佢個雲 service。是可以經過編碼之後做成視頻咁樣實時播放翻出嚟，咁跟住然之後加上嗰啲設備商就不斷去出一啲可以低成本就做到直播嘅一啲拍攝，實在太平啦，係啊，就變咗就講，亦都係一門生意嚟喎，即係好多人咧做直播揾錢，佢投入嘅成本好低，但係即係如果用俗啲啊，直播率好高，我攞2000蚊出嚟，隨時可以翻好多錢。係。好多個2000翻嚟啊！係啊，教授點睇啊？即係如果喺經濟學角度嚟咧，即係話呢個係咪真係嗱直播啊？我自己即係唔係話用經濟角度先啦，即係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教學工具啦。咁我都同意阿飛所講咯，即係一個進化咯，係啦。咁即係以前我哋會印一啲講義出嚟，係嘛，或者用翻個白板咁啊寫出嚟，學生要抄。咁後屘咧就變成帶電腦翻學啊，或者咧我會上載咗啲教材，咁佢哋翻屋企喺電腦度温，係嘛？咁到而家又多一個工具啦，就係其實我哋教書都係即係即時噶嘛，係啦，即係只不過透過呢種工具啦，門檻又低啦，咁我又即係我唔需要話好專業嘅燈光定點，我甚至 Zoom 我中意喺自己喺夏威夷嘅背景都得，係咪？係啊，係。咁咧，冇人知你喺邊嘅。係啦，咁其實就變咗可以傳播得更遠，譬如呢段時間疫情，咁我有啲學生係翻唔到嚟澳門嘅，咁佢哋咪就係咁樣即時去上課咯。咁我會覺得咁其實疫情完咗係咪代表冇咗咁嘅需求咧？咁又未必完全係嘅喎。當然有啲學生咧，佢哋係話我都開始掛住啲同學仔咯喎。其實我喺屋企咧，我都會俾我啲屋企人騷擾㗎，我專心唔到啊，即都會有呢啲咁嘅投訴嘅。咁佢哋都會翻嚟學校正常。即都有佢好處，咁但係佢哋都見到網上教育嗰個好處，即係在家中啦嚇，舒舒服服唔使換衫啦，慳翻啲交通時間啦，或者係遙遠嘅學生咧，佢可以跟住我哋個進度啦。其實我自己亦都做一啲論文嘅指導啊，咁嗰啲學生通常都放咗工先至可以見面，咁就變咗時間就容易啲啦，即係佢可以隨時見到我，我只不過分享我個電腦嘅熒幕俾佢。播 PowerPoint 啫嘛，咁即係所以我自己覺得係兩樣嘢同時，即係傳統啲面授課程同埋網上課程其實可以同步進行，同埋其實有互補作用。有效率啦，係咪可以咁講？即係有效率咗，有互補，即係你有得揀。有得揀，方便咗。係啊，經濟學上面就係即係有得揀好過冇得揀。哦，係，不嬲都係有，即係有得揀好。即係你揀個橙定蘋果咁，你都要諗下有得揀好嘅。如果兩個都蘋果咁啊，冇意思。係啦，係啦。阿 Roy 啊，體育項目你嘅強項啦，或者你大家都講到咁多，不如講下休閒娛樂。哦，好啊，好啊。咁直播始終涉及到，譬如而家好多資訊性要即時。咁譬如話，大家都中意體育嘅，咁可能今朝早賽一個場波，咁可能有好多人都睇呢個直播，從而透過個直播知道嗰個球員嘅一啲嘅狀態。嗯。咁就已經可以做一個即時嘅分析。咁你知道大家都好中意以波論波。咁譬如話啊，我中意睇 NBA 嘅，咁我今朝睇完，我起碼即時知道今日邊個。發揮得好，發揮得唔好，咁就會透過呢個過程，咁作為另外一個身份係教練，咁有時我哋見到呢啲好嘅戰術，我哋會即時話：，你睇下嗱，呢支球隊喺呢個時候做呢一個方法，咁變咗有好多嘢都可以即時性去分享翻呢件事。同埋而家大家因為呢個網上面越嚟越發達，好多時候大家會透過好多嘅WhatsApp 啊、WeChat 啊等等去即時溝通。咁如果譬如，你冇咗直播呢樣嘢嘅話，咁變咗你有時有啲信息冇辦法即時分享，或者你自己冇去睇嘅話，咁其實就會慢慢好似爭咁啲嘢喎，同大家脱節咗。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啲好必要性，同埋我其實想聽你講，其實係因為我有時留意到咧喺啲網社交媒體上邊咧，好多人咧即係其實一啲好普通嘅人係 common people 嚟嘅，咁佢哋對可能體育賽事有興趣，就兩三個人坐埋喺度望住個電視或者望住個電腦啦，就開住個手機影住自己就講波啦。系，咁系，我睇好多，即系香港又好，歐美都好，隨時有3-2萬人睇佢哋嘅，即系如果佢講得好嘅話，當然啦，即系如果係講波啲人，有時會講得好粗俗嘅，大家都會開心啲噶嘛，即系大家亦都喺互聯網上面，有時即系講俗啲，唔係真係去針對一啲人咧，又唔覺得好大問題。但係其實喺聽佢哋講嘢過程咧，你會睇到好多唔同嘅 style 出現嘅，
其實係同一球波咧，其實原來你明明喺呢個角度睇，你覺得係啊，我哋大家都認同係呢個方向，但其實原來喺第二個 channel 嗰度，其實佢評論嘅係第二個方向，其實都幾得意嘅。係好得意嘅，所以有啲人咧。你看住佢開住三四部機係睇緊類似嘅嘢嚇，咁亦都係做咗一個我叫佢 multitasking， 咁個腦不斷運算緊，去收集緊唔同嘅資訊。啊，咁同一個時間咧，佢係幫緊呢四個人。如果係譬如係 YouTube 咁樣揾緊錢嘅，因為你多一個 hit 咧，你收多蚊嘅可能會係嘛？咁亦都係產生啲新嘅經濟出嚟嘅，係嘛？你個 multitasking 講得啱喎，千禧世代就係 multitasking。好過我哋在座各位因為我見好多其實係咁嘅，即係同一時間可能做緊功課，轉個頭咧呢邊係打緊啲唔同嘅，即係當然有啲 action game 你未必玩到啦，即係真係好最專心嘅。但有啲可能係 strategic 嘅策略性遊戲，你撳兩下又得嘅。轉個頭咧，佢聽緊一個網台，攞一部機咧可能睇緊波。因為我自己有時都因為我自己有四五部手機，呢、這個咧就可能即係 check 緊 email， 呢一個咧就可能聽緊個新聞。下一個咧就可能隔離個女咧又唔知喺度睇，總之係四五部機開住曬嘅。睇嚟你都係千禧世代喎。因為即係我自己叫自己做嗱，我用個字眼就係我係呢啲叫做係咪叫千禧世代咧？我都唔知道。後生啊，真係。其實我唔後生，但係我會用啲字眼，即係其實我係 catch 到，因為我即係中學嘅時候已經即係接觸電腦啦，好耐之前啊，講緊1986，大家唔知咩嚟嘅，冇理啦。啊，咁嗰個年代嘅機嚟嘅。但係不斷去 update， 但係亦都對好多人嚟講，其實係有啲困難嘅，即係有嗰個叫做 digital divide 嘅問題。即係可能我接受到，即係有啲人係接受到呢個時候嘅技術，到下一個技術要去轉嘅時候咧，就有啲困難。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係即係嗱，而家係直播啦，相對地係容易，因為你只不過個手機撳嚟睇。但係你再複雜啲，你佢去做直播咧，又未必咁容易。咁啊點睇咧？如果可能有些角度，即再講翻討論翻，即如果專業少少嘅要去做 production 直播 production 嚟講啦，咁即係冇策劃，我自己覺得如果冇策劃冇 set up 嘅一個直播咧，其實就係一個 tool 嚟嘅，佢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咁係做緊啲咩咧？其實我哋係想將一個事情或者一個活動，將呢個活動做成直播。如果冇 planning 嘅，有少少好似～感覺上有啲偷拍咁啊，咁 planning 係包括係咩咧？咁你偷拍你就咁錄件事出嚟啫嘛，我反正都係做嘅呢件事，你擺上網啫嘛。咁就其實頭先阿 Ryo 有講過，究竟廣播究竟一啲分析呢啲數據係咪要事前去 plan 嚟做嘅咧？唔係話就咁你將嗰個事情擺咗上去直播緊發生緊就得噶啦嘛。咁所以有好多人好多客户。成日都問我哋嘅，即係我做嘅，譬如話一個活動 concert 又或者一個會展又，佢成日都講呢個流量 versus 呢個製作嘅一個 setup 究竟係點啊？究竟係邊樣啊？咁我件事都投資咗咁多落去啦，線下咁你揾個網紅多流量直播出嚟咪得咯？咁但係如果你要 compare 呢樣嘢嚟講嘅話咧，就其實我覺得要 compare 好似 compare 一個展會咁。如果你係喺條街度做一個演唱會同你 set up 到好 grand 喺紅館做一個演唱會，個分別喺邊咧？咁個流量係咪即係等於賣票咧？其實兩者係冇衝突噶嘛，亦都未必有直接嘅關係。係啦，其實冇直接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兩樣嘢應該我哋要去探討，究竟係做成件嗰方面應該點樣展示出嚟？因為我睇嘅好多情況好多時咧，即係有啲好不經意嘅拍咗段片。或者直播嘅一段片咧，係唔知點解，即係當然有啲係即係disaster 嗰啲嗰類就例外啦。新聞類嚇，嗰啲好例外，因為嗰啲突發事件，即係你係獨家影住喺街咁，係特別多人睇。但係好多好不經意嘅，係唔知嘅，突然間好多人中意睇嘅，即係你冇心去做嘅。其實我覺得係二八定律嘅問題，即係咧好多時候咧有好多嘢，你係有組織性咁樣去做。你要睇流量，你要睇數據，喂咩時段最多人睇？你講咩內容最多人睇？我做咗十個直播，邊一個最多 like？ 咁我啲方向就往我啲受眾就中意呢個嘅，咁我就往呢個方向走。但其實你會留意人係有疲性嘅，你睇得多呢類型嘅嘢咧，厭啦，你就會厭嘅。呢、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啲不經意間嘅嘢，就要講翻你頭先嘅例子，就話喂直播瞓覺，其實直播瞓覺嗰係好偶然嘅嘢嚟，就係、是、嗰個人咧佢唔記得咗關機。跟住大家就會覺得佢係一股清流啊，係一股好營銷味重嘅情況下，喂有啲佢就係不經意間展露咗佢，佢會令到你嘅受眾覺得佢就係我，
你嘅同即係你嘅共情重咗，一個普通人係啦，但你要留都要留意翻喎。好多時候，當呢一樣嘢得之後，好多人又會跟風做咯。一跟風做，佢就會變成不，佢就會由不經意變成一種策劃性嘅嘢。咁啊，變咗東施效颦。係啦，所以永遠都係食第一浸嘅咧最著數。所以你一定要做，我覺得做一個 KOL 又好，做直播做咩都好，你一定要有 unique 性。係啦，當然。unique 性就係你要同人哋唔一樣。咁唔一樣嘅情況，你就可以分兩派，一派就係你講嘅，喂，我全部有 data 去 support， 我要睇翻呢樣嘢。但另一派就係你真係要做自己，因為好多時候潮流係不停咁樣變嘅，你只有做翻你自己，你先可以吸引到真正 follow 嚟嘅嗰扎受眾，咁你先至可以喺佢身上掘到錢。哦，係啊，因為如果大家即係留意翻啦，啲網紅又好點咧，即係佢一定嘅觀眾，亦都有一定嘅風格。即係如果冇嗰樣嘢，或者轉咗咧，佢嘅粉絲可能會走嘅。嗯，係啊，你會見翻咧好多網紅就係話，喂，我可能已經去到10,000,000嘅 follower 啦，但佢好難就會上到一個位，因為其實等於佢個 pool 已經飽和咗。因為即係佢個受眾係咁多，其他啲人就對佢冇興趣㗎啦。係啦，如果你唔創新，或者你會有一啲 unique 嘅嘢逼住大家一定要睇你咧，你就好難啦。係啊，去到個樽頸位就好難上。係啦，係啦。體育賽事會唔會咁咧？體育賽事其實我覺得係有。其實某程度上都同頭先差不多，就是話你會有一個特定的喜歡的球隊，或者喜歡的項目，你會去特別 去追的。是的，其實有幾樣嘢好，就是頭先佢講到創新，我哋其實每一次我哋睇一隊球隊，可能睇10次同一隊，但係每一次佢打的戰術不同，對嘅人即係對每一支球隊佢運用的球員又不同。咁會令到你不斷咁去，其實就係有啲唔一樣嘅事情發生啦。係，即係等於你譬如好似即係講對唔得噶嘛，係嘛？但冇問題。好似勇士對爵士咁，近期可能哇，爵士而家西岸第一名，咁諗住佢個實力一定係比勇士好啦。係，咁你又會想象唔到哇，阿 Curry 話原來我生日，所以我生日打得特別好，所以我就直頭係贏埋個第一名。咁但係到第二日。當他再對湖人的時候，大家覺得啊，他的狀態咁好，會不會得咧？點知轉個頭就又俾人哋數30分，咁所以變咗個問有冇走唔靈啊？有乜走？可能開心得滯，咁即係變咗佢每一次就係有一啲預測唔到嘅結果，咁就令到大家就會好中意去睇。但係喺睇嘅過程就係當普通嘅觀眾就會純粹睇結果啦。咁我哋咧就會睇到底佢贏乜。到底佢輸乜？因為我都認識有啲人，美國人啦，但係唐人嚟嘅，即係當時佢都80歲嘅，老人家仲有女性，佢好犀利嘅，佢最中意洛杉磯湖人，做咩轉會做咩，佢熟過曬嗰啲後生，啊咁呢個好得意嘅，即係都係直播嚟嘅，即係體育賽事一定係直播，同埋呢個價值係好大嘅。咁俾少大知道大家，譬如好似即係最大嗰幾個體育賽事咧，講緊一年嘅收入咧，個轉播費就嚇最大嗰個差唔多去到成600億嘅。啊，咁呢個係一條好大嘅數。係啊，點解可以養到佢？即係你聽嗰啲球員啦，成身價成億聲嘅，啲錢俾嚟都係大家俾錢嘅啫，係咯。咁其實啦，即係講緊直播啦，頭先不斷講緊，即係喺嗰個生活上有好多改變啦。咁其實對生意上面咧，其實都好多改變嘅，每各行各業頭先都講過下啦。咁其實我哋大家幾個都嚟自唔同嘅行業，咁樣喺直播上邊咧，即係頭先阿 Florence 講過教育啦，Ryo 你講過呢個體育啦，菲你講過呢個帶貨啦 ，Ken 你就幫人做直播啦，係咁可能你係接觸咗最多行業，production 多少少啊，但係都係全部有直播噶嘛，即係你覺得會唔會點樣幫到佢哋或者影響嘅其他行業咧？影響其他行業就唔會咯，我覺得先講講其實直播就暫時目前我自己了解可能有幾個 area。咁就好似你頭先講過啦，有新聞啦，social media 啦，即係個人嘅啦，咁有radio 啦，即係電台其實都係做緊直播啦，咁有 event 啦，咁呢啲個名大家都已經知道係咩嚟嘅，咁但係仲有一個帶貨，帶貨嘅話，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大家啱啱討論嗰啲嘢，我覺得就係嗰個 form 唔同，但係我頭先都提過就係話直播咧。本身個 curiosity 即係啲好奇感咧，係唔會冇嘅。究竟你話點樣搞網紅啊？點樣即係整數據啊？點樣去換一啲方式係只不過係個 form 嚟嘅啫。咁我覺得大貨依家個 form 咧係好多人走緊私人個人。我嘅 point of view， 我對呢個球隊嘅 point of view， 我對呢個產品嘅 point of view。但係其實有好多可以發展嘅空間，譬如話大貨其實係咪 back to 基本就係話？我係咪可以喺意大利睇緊都可以係800磅到 shopping 咧？
又或者我在呢度睇緊，我都可以在城隍廟 shopping 啊。呢個係咪先個重點咧？技術上係得嘅，係啦係啦。環境上你覺得係咪接受到咁嘅感覺？係啦，但係究竟呢個係咪個重點咧？淨係睇翻個人嘅咧？究竟賣緊玉佩啲人喺網上面嗰啲網紅賣緊玉佩，賣玉佩重要啲，淨係周大福賣咧？咁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再諗呢啲 concept 咯。咁另外一啲就係話，好似監控，其實監控都係一個直播之一嚟嘅。係 BB 產品咧。係嘛？咁但係我哋講嘅所有嘢都係嗰個框嘅啫，即係講緊個雲數據，跟住展示翻個視頻嗰個框嚟嘅啫。咁BB 產品，譬如話個BB 喺房間咁，我可以24小時睇住佢啦，關閘啦，個人流量啦，天氣報告啦，即係嗰啲 City View Camera， 咁都係一個直播之一咯。咁另外一個就係 Education 啦 ，Online Meeting 啦咁啊。咁所以我就係話有咁多直播當中咧，其實我哋做嘅話咧。其實可以諗好多嘅，就係、是、自己分咗幾個大嘅，就係、是、幕前、幕後、設備同埋平台嘅啫。究竟自己想發展喺邊一方面咁，我覺得係最重要的。你 client 又多啦，咁你有冇啲 client 覺得即係做直播呢個係值得去做啊？定係話其實做完之後效果麻麻，又或者佢覺得都係要繼續要投資落去嘅？係咁頭先講到就係最主要就係講緊流量同個直播質量。咁我哋梗係 support 直播質量啦，係咪？咁流量有流量嘅人去做嘅，網紅嘅人去做嘅，咁即係等於你做咗個電視廣告，你想登落邊個電視台啫嘛？其實暫時做上嚟咧，啲人做過嗰啲都會開始了解噶啦，未做嗰啲都係暫時都仲係停留喺個思想度。咁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呢兩個 versus 有啲咩分別咧？都頭先講過啦，就係話你個展會咁樣，你做得好唔好，你點樣 present 出嚟好重要。所以我覺得我哋公司有一個 slogan 可以考慮嘅第日嘅發展就係將活動做成直播係個第一步。點樣將直播做成活動是第二步，怎樣 break down 這件事，就是說將直播做成活動就是不再是偷拍，我們是為這個直播去 plan 去做的，就是等於你以前電視台世界盃那樣，如果它是真的就這樣拍著賽事，沒人講播，沒人分析，沒人去為現場的觀眾去做的話是不行的，很悶的，會變成沒了氣氛。另外一個是將直播變成活動的另外一個觀點，就是究竟是不是全部都要線下的一個搭建，只是線上搭建做那個展會，做那個賣飛，即是流量和就好像我剛才說，有人看波，三條友仔坐在家裡的客廳那裡，開著手機，拿著兩杯啤酒，但是你只是看到那三條友在說話而已，但是都是很多人看，這個他又不需要搭建什麼平台，總之有把口就可以了。即係究竟第日足球賽會唔會係冇觀眾嘅咧？即係打個比喻啫，我唔係話應該咁樣做，但係有啲活動會唔會更 suitable 咧？可能係嘅，因為第一你唔需要啲人嘥時間嚟你嗰個活動嘅會場啦，但係亦都可以睇得曬佢哋想要去睇嘅活動。嗯，咁就慳咗好多時間，因為大家頭先我講一年8760個鐘頭，冇幾多鐘頭用啊，你搞咗兩個鐘頭少兩個鐘頭咯喎。即係好似我嗰日同啲同事講，綁鞋帶一日兩分鐘，一年原來你綁咗10幾個鐘頭鞋帶，好緊要個10幾個鐘頭啊！電影你都睇咗幾出，但原來要綁快啲，要綁鞋帶啊！即係呢個係我嗰日突然間諗到一個咁嘅問題，同啲同事傾過，係喎，10幾個鐘頭都幾嘥時間嘅喎。好彩我啲鞋冇鞋帶，好彩我都冇，即刻望一望。講講啊，其實嗱，其實講緊即係有好處，但係亦都對有啲行業咧，我睇到啲數據咧就話即係有啲壞處嘅，即係好新鮮嘅。即係咧啱啱我睇到啲數據話美國，咁咧美國啲電視台嘅主要都係有線電視嗰啲網絡，咁佢話咧預計出年啊2022年咧，佢哋有1/4人係會 cut 咗個台嘅 ，cut 咗嗰個佢哋嘅 cut cable 啦嚇，或者 cut 咗個 wire。咁其實佢哋嘅 CEO 亦都出嚟講嘅話。有線電視呢個經營模式係呢個已經即係夕陽死緊嘅嚇，咁我亦都會睇翻即係有即係好學術角度講啦，有樣你每樣嘅創新咧就會打低另外一啲行業或者打低咗另外一啲嘢，因為始終喺短時間內咧你唔會真係一個好大嘅經濟增長啊。咁啊，阿教授你又點睇呢樣嘢？喺即係直播會唔會對好多嘢影響緊其他嘢？即係我哋睇正面嘅好多，但係好多負面或者會影響緊嘅咧，大家係可能忽視咗。如果因為我自己本身是經濟學那邊，即係都是
即係個道理都係啦，要有個轉型啦，係嘛？即係你話譬如cable 咁，佢哋係要入屋係咪？一般係佢哋通常都係睇一啲電影啦，首先下載咗，然之後屋企慢慢睇啦。咁但係同時間有一啲係Netflix 或者而家嘅迪士尼，佢哋係用另一個模式，反而係會即係有一個市場佔有率喺度喎。咁所以其實咁可以或者參考佢哋究竟點樣做得到嘅咧？係咪？佢哋係會有自己嘅製作啦。係咪佢個即係佢首先係一間製作公司，係再加埋呢個串流，係咯，咁或者係呢一個方向係要有一個轉變嘅模式咯。但其實你講得啱，其實係各行各業㗎，咁唔係淨係話我哋一般聽到係娛樂上面。其實我自己教學方面啦，我頭先都講咗啦，咁即係好似一個唔同嘅模式。咁但係我都會擔心，究竟譬如而家我哋啱啱講 live 嘅都係關於娛樂。咁我就諗啦，咁同學仔慣咗喺屋企，佢個直播係要有娛樂性嘅。咁我哋其實老師成日笑啊，啲學生而家只係得金魚嘅留心嘅咁多秒嘅啫，八秒嘅啫。咁點算咧？咁我要點樣？因為佢睇住個熒幕嚟上堂嘅時候，佢就當你係一種娛樂，佢當睇電視嘅喎。係嘛？咁所以我哋咁倒翻轉啦，佢唔再咁樣嘅時候，佢翻嚟學校嘅時候，咁我又點樣可以令到佢投入咧？即係佢係有一定嘅挑戰啊！係啦，慣性睇嘢，我哋都要轉型啊！所以其實我哋都要轉型，所以都倒翻轉想問下在座各位媒體人啦，咁就即係我哋又可以點樣轉型？點樣去？譬如你哋話200嘅理論，或者點樣變成活動，或者個娛樂性？或者 uniqueness 都好啦，即係我哋都要即係開始要加入呢啲元素咯。咁啲教授係咪到時未來咧？即係我突然間忽然咁諗，係咪要做到好 entertainment 咁去講一個 topic 出嚟咧？哦，即係變一個網紅，但係佢講係學術嘅嘢。我嘗試緊搞下爛 gag 咁啦，都好嘅，因為即係我哋讀書嘅年代都係啲老師有時係好悶嘅，老師都唔想上堂。如果唔係因為要即係 take attendance 啊，聽到翻學，所以想走堂。所以都想請教下各位，我哋有冇啲咩辦法，好似網紅咁樣啊？有冇啊？阿龍哥，即係我首先覺得係，即係個人分享啫。我首先覺得一個 professor 講得能唔能夠吸引到我注意力咧，除咗佢嗰個專業性啊，咁亦都其實唔關，即係我自己覺得啫。都要佢講得吸引，我先至會留心去聽。所以其實喺作為一個講師，其實都要不斷咁去同年青人去對接，知道佢哋諗乜嘢，知道佢哋嘅模式，先至可以一路都吸引到佢嘅注意力。咁其實即使同一堂課，我相信用唔同嘅演繹方法或者唔同嘅教學手段，都可以令到嗰個年青人到底係嗰個大學生或者嗰個中學生係到底嘅投入嗰個關注度有幾多？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又未必完全係關直播或者係現場講教學事嘅。我覺得呢個就係啊，其實就好似頭先講咁咯，佢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嚟噶嘛。咁你話個 event 究竟點樣可以防止有冇人跳出鏡打人，或者講粗口或者 back comment 呢啲，其實都係 event plan 啫嘛。咁你喺個 concert 度你都阻止唔到嘅，咁你點樣做？有時有啲即係突發事件係好難控制。係一模一樣啊！咁你點樣阻止到啊？咁你都係有 security 有其他解決方法。係啦，咁 fast first 一樣嘅啫，咁講師亦都係一樣，同 event plan 一樣。不過我係 buy 嗰樣嘢，就係話做 KOL 又好或者點都好，我覺得只要係四個字，言之有物。只要你講嘅嘢係有 point 嘅，學生就係啦，跟住學生就會 buy 嚟嘅。你唔需要改變自己嘅教學形式或者咩嘅，你就做學生需要嘅嗰樣嘢。係啦，即係呢一個係做 professor 要做嘅，咁甚至賣貨都一樣，你要賣嘢。其實你就賣言之有物，你賣人哋要嘅嘢，你講到喂幾錢幾多量有咩特別？咁甚至你去講電影，即係你電影都會有直播噶嘛，係咪先？咁你又係言之有物，你唔使即係有啲人咧，你會發現好多種講電影嘅 KOL 嘅，有一啲咧係死氣沉沉嘅，但因為佢講到個 point 一樣有人睇，有啲咧係中意搞爛 gag 嘅，即係好似古阿摩咁咧，佢加好多自己嘅嘢去，但因為佢言之有物，你一樣都係會睇，都有時好睇，即係受眾咯，因為有時你睇啲網台都係好多新聞，其實同一個新聞嚟啫嘛，大家演繹方法唔同。
啊，用個語調又唔同，好似睇波咁樣，都係同一場波，同一場波，但唔同嘅人，我就會走去呢個台睇。係啦，你中意聽佢講波啊？係啦，你中意睇呢個 YouTuber， 但我中意睇嗰個，因為佢嘅講緊同一樣嘢，但佢講緊同一樣嘢嚟嘅。係啊，咁所以係即係嗰個發展空間好大嘅，即係我自己又有啲學有啲係中意睇，譬如歷史咁啊，有啲好悶嘅。細個讀書嘅時候，有啲老師悶到不得了嘅，講歷史即係瞌眼瞓。但有啲係講得活潑生動，咁呢個係最大 difference， 亦都我相信大家好易明，歷史就唔變嘅啦，理論上，咁但係咧講嘅時候演繹出嚟咧就差好遠，咁直播咧呢個情況咧就可以俾到好多唔同嘅人用，即係唔需要有任何一啲特定嘅技術啊或者特定嘅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做，佢係想做就得，係冇錯。喂，咁另外咧嗱，有啲數據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啊，咁譬如話咧，頭先講到即係25% 會 cut 咗 cable 啦，跟住咧，亦都有啲情況就話咧，有啲網絡上面嘅影響到呢個直播，譬如話慢咗，網速慢咗等等，令到啲效果唔好咧，其實影響收入嘅。佢哋有啲統計就影響25% 收入。另外，如果個網你開機嘅時候慢咗，播唔到咧，啲人會轉台，特別係 YouTube， 你撳落去唔知發生咩事，或者自己嘅網慢咋嚇。咁就冇嘢睇啊，走噶咯喎！咁亦都好影響噶。我諗阿 Ken 可能亦都即係，如果你幫人做嘅時候，都會有時遇到呢啲問題，即係有啲難題嘅。咁亦都有，如果咧個畫面好啲人係有29% 嘅人咧係願意俾多啲錢去睇嘅。咁亦都有啲公司啦，譬如我只飛嘅個有55% 嘅公司咧，差唔多每個星期都會做一啲直播嘅活動去宣傳嘅。啊，咁當然咧，即係頭先我講過啦，我哋講傾過下就直播，亦都唔係一定係真嘅。我哋而家係真直播嚟嘅嚇。啊，而家7:18啦，而家大家睇過冇錯嘅話。咁但係有啲係錄完之後用啲技術方法播翻出嚟嘅。啊，咁我叫嗰啲做假直播，但係對觀眾嚟講咧，嗰啲都係一個直播嚟嘅。咁咧如果做 marketing 嘅人咧，80% 嘅 marketing 嘅人士咧都會覺得直播呢個係有效嘅。咁亦都話，如果做直播去做一啲宣傳嘅，比普通一啲播片嘅嗰個engagement 咧，即係話交流咧，係多2倍以上嘅。咁 trade show 1/4嘅 marketer 話做直播係有用嘅，可能真係會走嚟幫襯啊，或者買嘢，因為可能我唔知道有個 trade show 喺漁人碼頭或者喺氹仔嘅地方。咁但我睇到之後咧，跟住可能我聽日就嚟幫襯嘅啦。咁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喺舊年咧疫情個期間咧，喺 Facebook 咧係增加咗32% 嘅直播嘅量嘅。咁另外仲有，如果做 CS 嘅咧，亦都好處，因為我直播或者用啲方法咧介紹咗俾人知之後，就打少咗電話嚟問，即係減低個公司嘅成本啦，某程度上。咁另外亦都話，去到2023年咧，世界上即係頭17個國家咧，係會有超過10億美元嘅 streaming revenue， 即係直播嘅收入啊，應該可能係廣告費，因為佢亦都冇講清楚係話賣貨定咩，但係個收入係會增加得好大嘅。咁係咯，咁但係咧，頭先我哋講到啦，有好多情況咧會打擊好多行業，譬如帶貨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咧打擊緊好多其他零售嘅行業咧？因為總即係我買咗呢件衫，我 budget 係100蚊。幫襯買咗，咁我100蚊就買唔到第二樣嘢噶咯。所以社會係不停發展噶，不進就則退噶啦。與時並進啊！與時並進，但係我覺得又要咁樣講嘅。網上買嘢確實好方便，但係佢永遠都代替唔到你喺現場買嘢嘅嗰種觸感同埋快感嘅。所以佢一樣係有 market 嘅，只要錢我得100蚊嘅。嗱，錢係有100蚊，但係你上網買未必。可以替代到你喺現場買嘅嗰種快感同埋觸摸嗰個觸感啊，係啦，所以你一樣可以有 market， 就睇你點樣轉變去做嘅啫。但係我覺得首先第一樣要唔好咁樣做嘅就係要唔好仇視呢一種行業，即係例如而家冇仇視嘅，但我相信大家都唔會仇視，因為個個都中意睇咯，娛樂嚟。即係好似而家咧，網絡支付係好流行，同埋係一定係大趨勢，但係會有一小部分嘅人好抗拒，佢係啦。咁其實佢就係等同於你直播同埋零售嘅關係。可能我哋下次可以講下呢個網絡支付或者電子支付呢個話題。可以繼續邀請我。哦，好啊，好啊，當然當然。係啦，講笑嚇，咁就係話。直播雖然有一個趨勢，但係佢唔會好100%咁樣影響到實體店，即係你嘅實，你會見到老店，即係有點解有老店呢一個 terms 就係話，只要做得好食，然之後你有你自己嘅 character， 然之後你有你嗰陣味，咁其實網店一樣都改變唔到佢嘅地位嘅，所以萬變不離其宗就係做好自己。
大家都有大家不同的 market。教授，教授你是怎么看这件事呢？我同意阿飛嘅講法啦，即係好要做一個市場調查啦，即係好睇嗰個貨物本身佢個性質啦。咁譬如某個牌子嘅手袋係最貴嗰個啦嚇，即係佢個 markup 嚇點解佢賣得咁貴？其中一個係你唔係網上買，你係去入去，你然之後好似一個 VIP 咁樣，然之後用佢嘅銷售手法，包括話你今日買唔到啊，你下次再嚟啦，即係要去排隊要去等啦。那個就在那個價錢那裡，所以是那個貨品的性質，就是 要分清楚即個市場，是就是那個 niche market 是在哪裡。即是我有少許分享，即是我又有一些 insider information，我知道即是賣十萬八萬的手袋，即可能大家不會覺得網購，但是原來真的很多網購都多的，即有些人是啊，幾十萬，因為我有些朋友做那個行業，即是疫情他不去那個名牌手袋店，網購人有錢，佢亦都唔介意存。係代購係嘛？唔係自己買啊，有都有錢碌卡。O K O K， 即係 average 咁樣，或者佢哋 size 會有。即係唔係個個張信用卡可以碌幾十萬㗎嘛？係。但係唔係我講嗰個牌子應該。總之我就知道有啲朋友同我講話，哇幾廿萬、幾百萬啲人都係碌卡，即係佢啲人好犀利嘅，張卡碌幾廿萬。係。但係我唔知啦，呢個係純粹個人經驗啦，或者我啲女性朋友咁樣啦，即係佢哋係都去過實體店摸過、睇過，俾個 sales sell 過，拎個上手，然之後再上網比較個價錢再賣嘅，都有咁嘅情景嘅。即係大家要 group， 但係有啲即係如果佢係即係 rich 嘅，佢唔介意咁買，因為佢哋可能去到嗰個 level 咧，佢退貨都得嘅。我相信是，即是你買了幾十萬嘢，佢唔中意退翻俾你，嗰啲鋪頭應該都會 serve 佢。咁但係就會影響咯，即係而家疫情又好，或者其實喺疫情期間，我諗即係頭先講過啦，直播係旺咗嘅，因為冇嘢做，大家屋企就揾嘢睇，揾嘢做，賣嘢嗰日想賣嘢。咁某程度係純粹或者成個經濟嘅模式係不斷改變。啊，即係我就算超市都係，而家本地嘅超市亦都好多，即係你網上買完就送貨啦，其實呢樣嘢都做咗好耐嘅，十幾二十年都有嘅，但係之前冇咁 hit 嘅，我覺得。但係好似頭先討論呢個線上賣嘢咁咯，我覺得就係都係嗰句，同直播唔係話一定必然關係咯。因為你淘寶都唔使要直播嘅，就咁睇啲視頻睇啲相都係可以上網買，同埋基本上我都係 100% 好多朋友都 100% 去完實體店睇完翻屋企上網不如買，平啲，不如買啦。咁雖然係驚假貨呢啲啦，呢啲就要考慮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冇話真係同直播有直擊的一個關係，直播會不會是令到那樣買，如果是賣東西的情況之下，會再提高銷售，所以不是就是一個工具咯。我覺得各行各業都好，就是不要那麼害怕去看看這個工具究竟有沒有用咯。我看很多，即剛才我們說很多都是賣東西 marketing， 其實如果留意一下，即其實很多行業 even 醫療、都是做很多直播的、只不過不是我們去看，而是他醫療界裡面他可能做手術要找其他的外面的專家，他們就直播做手術，這個大家互相交流怎樣做一些 operation， 即是劏開的那些情況。大家是想想，其實每一個行業都會接觸到的。大家在這麼多行業裡面，你覺得哪個行業在未來直播是最幫到他，或者有些行業根本沒什麼關係，即是很弱的，有沒有這樣想法呢？或者怎樣鼓勵大家可以投入直播呢？或者我頭先反而覺得咧，雖然你話直播可能會某部分影響到一啲零售店嘅一啲嘅生意，但係同樣地，你唔可以忽略透過直播可能係將個餅做大咗。係。咁所以其實啱啱講與時並進係必須嘅，即係一啲新嘅一啲嘅方式，一啲銷售手法，其實作為一間店户，咁應該都要與時並進去增值，咁先至可以有嗰個競爭力。咁但係其實你話完全冇令到零售店嘅生意下降係假嘅，我自己覺得多咗人上網，我哋話齋一百蚊，但我又唔認同係，如果揸住一百蚊，我呢一百蚊一定係會用曬線上面，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都會根據翻啱啱無論係貨品嘅特性啊，或者係一啲嘅需求啊，或者一啲客户嘅自己一啲嘅想法啊，都會去評估翻佢手上面嘅錢應該係用幾多喺邊度，用幾多度。但係我覺得直播係的確係令到某一些產品是更加多人知道，而且是可能個銷售量更加大了，其實某程度上可能是大家相輔相成一起得益的。我自己覺得未必是單一是影響了的。
咁我又俾啲即係數據大家聽下啦，即係我哋都收集咗少少數據，希望大家分享下，即係多啲理解下即係個世界嘅情況。譬如話喺美國啊，有三分二嘅人咧係會即係去睇直播或者睇佢哋嘅 streaming 咧，有時即係唔係一定真係我哋講嗰種直播，但係啲係啊視頻嘅直播啦。咁大家基本上九成人都係經 internet 去睇嘅。咁而佢分鐘數咧係手機咧係會多過喺個 desktop 睇嘅，16分鐘係手機睇，7分鐘喺呢個電腦度睇。咁另外咧，同一時候咧，有好多人睇緊直播嘅時候咧，60% 嘅人咧係 online 上面咧又揾緊其他嘢嘅，即係佢睇緊嘢嘅時候，佢又揾緊啲嘢。即係當然，如果佢睇波嘅，咁佢可能揾緊啲足球嘅資訊啦，或者籃球資訊啦。咁但係如果佢買緊手袋，佢亦都係即係即時又去搜索下佢嘅手袋係咪即係個網紅講緊嗰個手袋咁抵買啦之類咁樣。咁同埋咧個數據亦都話，82% 嘅人咧係中意睇嗰個短片或者直播多過睇一個靜態嘅一個宣傳圖啊或者文字嘅喎啊，咁而啲人亦都係啦，即係佢唔80% 係中意睇 video 啦或者直播啦，而唔係睇一啲 blog 啊或者 website 嘅啊資訊嘅。咁亦都有啲好67% 睇完一啲直播之後咧，或者會幫襯買一個啊戲飛啊或者買一個演唱會飛咁嘅。咁在所有直播裏面，直播最多是什麼？就是我的飯，86% 的直播其實都是跟體育賽事有關的。新聞是最多人看的其中一種，56% 會去看新聞。跟著其次就是會一些，好像現在我們在做 conference， 其實如果就是對直播這個信息或者這個話題有興趣會多的。超近有 43% 會看，就是 conference 啊，一些演唱會啊，或者一些festival， 即係一啲節日嘅項目啦，譬如好似澳門巡遊咁，我諗可能有啲官方機構嘅電視台會播啦。但係如果大家留意到咧，一做呢啲活動，個個都開住手機，即刻影出嚟，跟住你如果喺 Facebook 啊之類咧，你就會見到啲朋友喺度話俾你知，喂，有嘢睇喎咁樣啊。咁仲有啲教學啦，62% 嘅人咧係覺得咧教學上邊咧用直播係有效嘅啊。咁81% 嘅學生咧，佢會話咧係幫到佢哋嘅添。另外剛才講到發現一些新的產品，原來有 20% 找一些新的品牌都是通過直播或者這個短片去做的。其實很多很多這些數據，其實去年特別在2020年開始更加多，譬如好像 Instagram 多了70%的直播數量， TikTok 去年是多了 25%， 去年 TikTok 上面有四分一人是有做直播的。另外譬如說還有哪些呢？ Even 去教堂啊，首禮拜啦，我哋嘅時間可能星期日啲，即係如果信教朋友唔好介意啊，譬如首禮拜咁去教堂啦。咁但係而家多咗咧，人喺網上面去，即係我叫講耶穌啦嚇，咁去聽即係講道啊，或者其他宗教團體都會係用咗呢個方法，就減少咗一啲因為喺疫情上面嘅唔方便咁樣嘅。咁啊，即係講到其實啦，人生上面咧直播，即係你覺得係咪好多人其實經濟啊，應該佢咁講。澳門的經濟成日都話想轉型，做多啲嘢。咁你覺得直播呢樣嘢咧，大家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可以喺澳門打出一個新嘅渠道或者一個新嘅行業咧？即係有嘅唔係冇，但可唔可以做大佢咧？啊，因為呢樣嘢投入唔係唔需要投入，但係投入得嚟又唔好似話，我要做一個新嘅產品，可能要研發10億嘅。啊，我覺得比較困難嘅澳門嚇，10億其實都唔夠錢。其實係咯，所以就係講到呢個話題，唔係就話唔好太過 focus 落去一個叫做即係流量或者係咩嘅呢度咯，即係睇多啲究竟直播可以涉及到啲咩嘢嘅。譬如頭先提到 BB 產品啊，係嘛？呢啲都係人哋用個腦去即係改變咗嗰個 form 佢。online meeting 其實同 education 即係教學嗰個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嘅，只不過佢去 rewrite 咗呢個 H5 啫嘛。佢下邊加啲白板啊，加啲 login 啊，可唔可以有多少少其他嗰啲 function？ 但係同一個框，只不過可以實時交流啫嘛。我覺得可以多啲探討多行業，唔係得係嗰個流量啊，觀眾好唔好睇，好唔好玩咁樣咯。咁另外一個就係直播設備，哇，大佬真係賺得多錢嗰啲，可能喺嗰度發明嗰個咁嘅圓燈夾嗰個，都唔知賣咗幾多個啊。跟住一個好細嘅一個 black magic 嗰個做嗰個 switch 啊咁樣。以前是很大舊的一個切換台，現在一部這麼小個，那研發那些人究竟賺了多少錢呢？究竟是賺到多少？我覺得多些去想這方面，如果作為我們。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跳出去的，不是只是做這個 market 的，就是你剛才提及到澳門，那可能可以說體育的，現在直播開始有人接受了，會做了，會將這件事做出去了，那些特效呢？
需唔需要分數啊？需唔需要加人名啊？需要幾多特效？呢啲新嘅係啦，我覺得呢啲可能如果新入行嗰啲人可以去專注去睇下呢啲，因為呢啲係可以 pack 一個 case 一個包去全世界各地邊度去做呢樣嘢都得嘅嘅一件事情咯。教授咧點睇？即係經濟方面啊，即係呢個嘢會唔會幫到本地經濟，即係有啲轉型或者帶動一啲新嘅嘢咧？咦，我反而想 pass 個麥俾阿飛，因為佢之前去深圳咧，即係我聽落嗰個模式咧係即係似係一啲而家嘅孵化中心喎。其實嗱，我哋澳門已經有孵化中心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形式其實有少少似嘅喎，或者我哋 pass 翻個麥係嘛？接住你個波先，係嗱，其實頭先即係主要係講一啲 equipment 嘅嘢，咁我覺得而家反而。如果貨經濟嗰 part 嚟講咧，我覺得有幾個部分嘅。第一個係產品，其實你會發現澳門嘅產品好單一嘅。你嚟嚟去去啲人嚟旅行，你永遠就係諗起嗰幾個餅、嗰幾個乾咁樣。所以產你如果想喂經濟要點樣發展，會唔會產業咩咩，你一定要多元化。係。如果唔係你嚟嚟去就係呢幾個產業嘅話，就你點樣做？總會啲人食厭嘅嗰一日，或者我作為遊客，我都買過，我試過，咁就已經完啦件事。除非你真係好好食，我好中意食或者咩，係咪？所以產業係一個多元化，我覺得要睇一睇。第二個就係個受眾嘅容量問題。澳門頂到盡都係七十萬人，所以一定要靠即係我自己睇就直播，因為咧我哋可以用直播或者 video 呢種模式去接觸，理論上全世界人都可以睇得嘅。只要你嗰樣嘢係。可以受眾有咯，即係有人睇就得噶啦。係啦，咁所以嗱，七十萬人之外，你想做嗰啲人嘅生意啊嘛，但係又有尷尬位喎。你出關，即係你如果餅啊、豬肉乾或者咩平，收關税或者咩，或者佢喺內地有店嘅，佢可以直接送嘅。係，明白。但係如果你有啲大牌子或者咩，你又涉及關税嘅問題啦，咁呢個又變咗政府問題啦喎。一到政府去解決，你又要等到幾時？係咪先？所以呢個第二個難處嘅地方，第三個就係主播嘅問題。你會發現其實每一個城市的人咧，會有啲帶動嘅特質嘅。你會見好多時候你睇主播咧，你會睇香港嘅多，睇外國多，或者睇台灣嘅多，因為佢哋好 outgoing， 或者佢哋有好有 character 或者咩。但係我叫你問一問你啊，你話澳門有邊幾個好 hit 嘅？你一講就會諗起，你一定會睇佢。你可能係嘛？我諗係大家即係有啲視野，或者佢接觸，或者佢想講嘅，即係佢睇嗰個人啦，習慣啦。咁咪會令咁，因為我自己睇就係，如果即係其實好多嘅世界各地唔一定係香港、台灣，即係總之你聽開，可能歐美都好多。佢講咗啲話題或者佢做咗啲出嚟咧，世界性觀眾都係會接觸。就小朋友嘅我接觸得多，我知道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報道話，而家有報 Bloomberg 都有報道，有一個小朋友七歲啫，佢拍 YouTube 一年嘅收入係。啊，講緊係成兩億嘅，即係我哋嘅錢兩億啊！幾好睇嘅真係，玩玩具啊！即係因為我兩個女都係突然間，即係話知爹哋呢個好睇啊咁樣，即係哇！跟住睇下新聞有報道兩億喎，大佬係揾咗好多人幾世嘅錢嚟嘅喎。咁但係佢其實都係一個名不經傳，你睇佢又唔係靚仔靚女，唔係特別啦嚇，即係普通人一個啫嘛。成個家庭一家四口都 common people 嚟，普通人嚟。咁但係佢就捉到某一樣嘢。或者好彩啦嚇，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好彩嘅啲嘢，咁就係爆紅咗嚇，咁又係低成本嚟嘅啫，冇乜特別大嘅。當然即係有錢之後，佢可以買多啲玩具啊，或者買多啲好啲嘅鏡頭啦嚇，或者有人幫佢拍啦嚇。咁但係呢樣嘢係咪即係值得即係喺澳門有啲人去投入做呢樣嘢咧？大家又點睇咧？即係體育項目都係嘅，即係有啲我諗唔到，因為我自己就唔係真係好體育嗰種人，但係我又做體育嘅節目嘅。咁但係有啲係得嘅喎，或者。演唱會啊等等，係咪點樣谷一啲人出嚟咧？即係嗰個人要好投入去做先得嘅。其實我頭先想問阿飛係因為你未嚟今日論壇之前喺深圳翻嚟啦，你話有一個中心係孵化中心，都係孵化，其實就係等於即係、就是、我一般所認識嘅孵化中心，就係有好多創業嘅新嘅公司聚埋一齊。嗱，你可以話佢哋係競爭者，但其實同時間佢哋同一齊去學習。
好似一個工業園咁樣，係咪？咁啊，亦都有投資者去入去，係咪？咁啊，佢哋會可以即係同時去推銷咁多間公司啦。咁所以我就話頭先，我覺得阿飛所講嗰個深圳嗰種嘅，即係全個中心裏面每一層可能都係一個經理人公司去管理嘅網紅做嘅直播咁樣。咁其實佢都會有一種好似工業園嗰種咁嘅效益啊，即係投資者去到其實佢哋係競爭者，但係佢哋互相學習，但係個資源又可以擠埋一齊。即係既然澳門有成功嘅孵化中心，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其實可能有冇人提出咧？同政府？其實我哋嚟緊咧就真係有打算做呢樣嘢嘅，因為我哋喺深圳咧就會發，即係首先學習咗佢哋嗰一套點樣 run 法先。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我哋有好多啲貨源。因為其實頭先我講到話，澳門可能啲貨唔多或者咩，咁其實如果你解決咗貨源啊、運輸嗰啲嘅咧，咁你做直播就好多嘢可以賣噶啦。因為其實好尷尬嘅，你冇嘢賣，仲要冇人睇，冇人睇你就唔想做，唔想做你就冇錢，冇錢即係一個死循環。所以你一定要貨源多嘅情況下，咁你一解決咗一個嘢之後，咁你開始一路講一路有嘢，你會有經驗，你越講可能你越揾到自己嗰個通嘅，咁你會吸收到你嘅受眾啦。咁你慢慢有啲投資者見到，喂，你多人睇嘅喎，有流量嘅喎，咁佢先會繼續有買噶嘛。其實佢嗰種應該唔係叫孵化中心，應該係電商大廈啊。其實一個稱呼嚟嘅啫，只不過就個形式就係話佢咧首先有投資者，咁包咗個底啦，然之後佢可以俾貨源你去做直播啦。然之後你又有一定嘅簽咗一定嘅 KOL， 咁佢就會每日喺度做輪播24小時。咁因為其實咧，你會發現有啲人係中意夜晚睇或者深夜睇嘅。你估下一日裏，因為會有 data 噶嘛，一日裏面邊兩個時段係最多人睇直播？你估下玩個遊戲？我自己覺得係12點至2點咁上下。夜晚係啊，3點至5點凌晨。哇！10點11點啦，夜晚咯。夜晚。我都係估12點。夜晚。係啊，開始。我話俾佢知天光嘅時候，只有睇嚟大家咧都唔熟悉，即係可能大家生活習慣唔同。內地最 hit 嘅時間段咧係早上6點到7點，係啦。因為其實我哋會留意翻你內地14億人口，好多時候唔係一線二線城市起身翻工啊嘛，係啦，即係啲人會起身翻工拍，即係可能就算攞北京為例，你一環去到四環，你都要成粒幾兩粒鐘，係啦。即係可能我係翻9點嘅，我翻9點嘅，咁我可能7點就要上到呢架車，咁我7點上到呢架車，咁我6點可能就要排隊或者點，咁導致到你就發嗰陣時間係咁得閒噶嘛，咁我就會睇直播、睇網絡，係啦。明白，明白。所以呢個第一個最 hit 嘅生活習慣有唔同。係啦，呢個第一個時間，第二個時間就係中午放飯嘅時間，到放飯到飯氣攻心嗰輪。係最多人睇，即係可能係12點到2點半係最多人睇。我哋嘅生活習慣幾唔同啊，因為我哋近啊嘛，喺澳門即係好多嘢你翻工，我諗半大部分人啦，半個鐘頭內都翻到工噶。啊，即係有啲再近嘅，10分鐘已經行到去，喺車都唔使坐。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話即係有成，如果有要做呢一樣嘢嘅話，就好多嘢要學習啦。因為直播或者 video， 我諗對每一個行業啦，即係體育行業，澳門其實政府其實都好想發展嘅。咁但係奈何資源等等，我覺得又唔係好多澳門嘅賽事有得播嘅，係咪咧？應該好少。其實啱啱譬如提到嗰個，可能就係大家側重點，可能係嗰個睇嘅觀眾有幾多。咁佢哋就會評定呢樣嘢到底有用與冇用。咁但係其實咧，啱啱我都好贊同阿 Ken 嘅，可能如果有時譬如一場波，咁可能真係直播嘅觀眾唔多，但係有時包括運動員自身也好，或者係佢嘅朋友也好。想睇翻嗰場波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大力二次嘅帶動作用嘅。咁可能係現場即場睇嘅可能唔多，但係可能因為錄低咗，所以之後想 想特別學界嗰啲會唔會咧？即係學界嗰啲。學界嗰嗱，其實咧啱啱想講到體育有少少唔同，就係話咧，我自己暫時覺得嘅情況就係話，唔會因為個直播 hit 多人睇而導致到冇現場觀眾，因為咧現場觀眾嗰種對體育賽事嘅氣氛咧係唔同。所以點解你會見到無論英超幾貴都好，佢都依然有咁多人要入場睇嗰場波，就係因為我自己睇過一次就係好震撼。佢一個攻勢，大家一齊嗌一齊嗨係唔同。咁可能喺屋企嗰個感受嘅，即係你係買嗰個氣氛同感受嘅。冇錯，係完全唔同嘅嗰個分配真係，我哋成日都話啊，點解個分配可以好大？你去到現場你就知啦，係大聲到不得了，同埋令到你好投入嗰個狀態。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即使佢個線上個觀眾幾多增加咗幾多都好，現場嗰個氣氛都係一票難求。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另外一樣嘢，即係要推廣啦，或者即係一個文化，即係本地人習唔習慣去做呢樣嘢，去睇呢個賽事咁，係一個好大嘅原因。但你話啱啱講到，如果澳門嘅話，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是可能大家會有啲誤會，就係話啊，可能一個賽事直播嘅時候，會唔會要好多嘅 equipment 咧？會唔會好多嘅成本咧？咁可能即係。都是那句啦，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啫，即可能你放中間一部機，亦都可以錄曬成場賽事。你話如果我是希望高質量嘅，好似去到國際級嘅咁話，呢度一個鏡頭，嗰度一個鏡頭，可能相對多啲。但我覺得應該是慢慢要普及同埋推廣呢件事。我相信係，因為我睇啲數據就話其實。全個趨勢都是任何一個行業或者任何一個生活模式，很多東西都變成一個短片模式，而那些人是喜歡看一個短片而不去看一個文字、當然短片有聲，有些可能即開著畫面是不看的，但聽聲就有一個很 interactive 的模式，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呢也都很多變成在這個層面交流，可能我看的片阿 Ken 又看的片阿菲又看的片，大家是不懂的，大家在交流、產生了很多的生活上的改變習慣，即原本可能跟家人傾，而家變咗我同一啲陌生人傾偈，但係唔識佢，但係講緊同一件事。咁喺社會上面咧，係產生咗好多呢啲新嘅生活模式啦，所以我就會覺得未來係好多轉變嘅嚇。亦都我之前大前提下就係、我哋今日唔會有咩特定答案，只不過一個交流嘅模式，亦都希望即係用一啲話題，大家提出咗之後咧，希望即係多啲意見啊，多啲去討論啦。未來在即本地的經濟又好，或者不同的行業又好，看看可不可以再利用多一些直播，或者用一個短片的模式呢來帶動的經濟，因為全世界都在做的，即如果不做還做一些很舊的模式，不是不行，但可能會蝕底了，我覺得。大家最後即有沒有什麼補充，或者再想說多一些呢？教授，我覺得第一時間望住教授。我又係一開聲，大家好似學生咁會悶啊。我自己覺得啊，我諗總結今日啦，我覺得自己有少少安慰啦。我原本擔心嘅嘢係會唔會網上教學會取替咗學生唔想再面對面見到我，跟住會怕悶。咁我覺得始終即係話揾到自己嘅uniqueness 或者係即係呢種始終都係取代唔到嘅。係。咁係咯，即係我哋即係其實學生就好似我觀眾咁啦。講到尾都是有些什麼令到他會覺得自己跟自己生活有關聯的，他自己覺得有用的，有實用性的，這樣就始終他都是會繼續去留心咯，這樣。是。傑哥呢？龍哥呢？我覺得是希望透過一個論壇，大家多啲關注直播啦。咁因為其實啱啱都講到，譬如好似體育賽事也好，關於一啲演唱會也好，或者一啲嘅 event 也好，其實有直播嘅推動咧，其實對嗰件事係發展得更加快、更加好嘅。係啊，我覺得就係直播只係其中一個新興嘅嘢，即如果你唔想被社會淘汰或者咩嘅話，人一定要與時並進，同埋個視野要廣咯。跟住個接受度要高，即係點解春秋戰國時期出嘅人才特別多？就係因為包容性多，同埋唔好抗拒進步。係，一定係可以講歷史喎，下一次又邀請我。好啊，阿 Ken 係啦，再啰嗦啲都係再講一句啦。咁直播其實係一個工具啦，咁大家就應該去嘗試去試下用下咁樣嚟自己感受下先知道嘅咁。需要做直播的人知道找誰說，問你其實今天都講了很多話題，繼續講下去可能講了幾天都可以，我相信，但是大家都要吃飯的，是吧？稍後就其實都夜的，其實很多謝 Ken， 多謝飛，多謝龍哥，多謝李教授，今天來即大家一起交流講直播這件事，我也相信未來直播這件事是暫時我看不到它會即只會向上，不會向下的趨勢，每一件事情都會有直播，也都改變大家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投入一下，或者未知道直播是怎樣的，可以嘗試去找一些資訊，看看怎樣可以做直播，其實不難的，任何一個人有一個手機，有一個帳號，任何一個社交網絡的帳號都做到的，可以發表一下自己意見，發表一下一些，或者在街頭見到一些新鮮事物都可以認一下，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大家時間有限，但是每個朋友看到的東西不同，可以分享一下、交流一下，也可以同一時間
交流多啲，等大家生活上面多姿多彩多啲，亦都可以帶動個經濟。多謝幾位嘉賓咧，亦都更加多謝即係公路基金會啦，咁佢支持我哋啦，借個場地俾我哋啦，幫我哋做緊直播啦，亦都幾個媒體朋友啦，幫手接過緊嘅。咁多謝曬，多謝曬。